回顾上期，奇遇老师为了让饿狼拿出全部的力量，使用了认真心桌来逼出饿狼的力量。认真心桌使饿狼的感知出现了混乱，分不清天与地，并且被连续普通拳完全压制。这时差不多已被打败的饿狼重新振作，使出全力攻击老师，但还是完全不敌。被打到空中的饿狼执念再一次变强，落到地上时已经进化。饿狼认为现在的自己已经超越了奇遇老师，一拳攻击奇遇老师，但又被老师一拳打懵，随后又一次振作，体型也随之变大，继续攻击奇遇。奇遇老师使出认真头锤，打碎了饿狼的整个手臂，没想到饿狼的手臂进行了超速再生，马上就恢复了，随之又一次进化，变为了体型巨大的终极形态，最后被奇遇老师以未知的方式击倒。随后饿狼停止进化，力量开始变弱，但还是不服自己赢输了的事实。然后力量到哪去了？力量在流失，怪害神拳啊，混蛋，为何？哎，没打到要付医药费的程度吧。此时的饿狼怪人化的力量逐渐在消失，但饿狼并不甘于输给奇遇，只是挥着手臂，还没完，你这种家伙，有我怪人饿狼大人，有我呀，吵死了，好痛。奇遇老师一拳把饿狼正好打到杰诺斯旁，那个饿狼被打倒了。是吗？对方是阿尔杰诺斯，又获得这么厉害啊！老师 ，Sirk， 就连饿狼也完全不够看了。一旁的饿狼缓缓地爬了起来。可恶！只要没有你的话，杰诺斯有些疑问：老师不打算彻底解决掉他吗？妈，既然你坚持的话，绝对不会输的。杀了他！快点杀了他！趁他再度变身之前，只有趁现在了。B级，快快杀了他！谁呀、啊？这家伙！我赞成甜心假面的意见，没有理由让他活着。我来下手吧。给我闭嘴！这要由奇遇老师来决定。不，先不论决定什么的，这家伙可是人啊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说什么呢？不管怎么看，他都已经脱离了人类的领域了吧？万一让他跑了，日后会成为更大的威胁。到那时候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此时，江诗南、甜心假面同弟一致决定要杀掉饿狼。还活着吗？真是顽强，渣渣们！不，你是故意没在战斗中下杀手，对吧？怎么可能？有什么意义啊？正因为毫无意义，不是吗？杀了他！快点把他彻底消灭！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饿狼突然哈哈大笑，并说道：“对你们来说，对你们而言，对你们而言，人类也好，世界也罢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，明明连一个小孩子救不了。”却要扮作英雄，你们是疯狂的存在。饿狼似乎看穿一切地说：正因为人类有了英雄的保护，导致人们缺少了危机感，从而一部分人心中有了愉悦，并产生了罪恶。但是人类却和怪人不同，就算作恶也未必会被制裁，所以饿狼认为英雄所创造的和平是不正确的，而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全人类都畏惧的怪人，来消除人们的愉悦和罪恶。这世间所必须的并非不平等的正义，而是平等的绝对恶。我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战斗的，比谁都强，无论何等的正义也无法倾覆的绝对的怪人。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就能成为这世间的绝对之恶，就能把平等的恐怖撒遍这世界，就能够实现和平。随后拍了拍胸口说道：别认为只有盼着英雄登场的孩子啊，世间还要盼着那些怪人登场的孩子。你可以拯救他们吗？你那个在公园受欺凌的丑陋小鬼，你也能保护吗？我就能做到，以恐怖来拯救这世间的人类。饿狼的方法是以全人类都畏惧自己，从而使人们齐心协力，为了生存而活下去。继续问到奇遇老师：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实现和平吗？并说道：奇遇虽然很强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守护这样的世界。你是为了什么目的？为什么现在要杀我？你有像我这样的使命感吗？你又为什么要做英雄呢？兴趣。你这家伙，都已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吧？竟然还开这种玩笑啊！你小子，你这家伙，我就觉得在哪里见过你似的。是吗？原来是你，那时候的，在公园的。喂，我要把你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也是共犯，所以饶了我吧。哎，在公园的什么？我觉得你多半是认错人了吧。哎，就连最近自己差点杀掉的对手都记不起来了吗？骗人的吧，你这家伙。既然你自称英雄的话，对于杀生之事，你好歹要稍微……啊，够了，可以不用再继续说下去了。
真是烦人，你小子的废话真是够多。你说什么？喂，给我等一下，你对此给出的回答仅仅是这样啊？不，你是英雄没错吧？那就不应该用那么随便的态度活在这个世界上才对。总感觉很奇怪啊，总感觉缺少了什么东西，在你身上缺了什么，在你变得如此强大的过程中，你应该找到了一些答案才对啊。饿狼依旧不依不饶地问着奇遇老师，回答我，把你所建立的英雄形象给我看看啊。仅仅是这样的话，我是无法接受的。喂，听到了吗？看着我。喂喂，别开玩笑了，你这秃子是兴趣啊，懂了吗？你这混蛋。迄今我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在和英雄战斗，但是错了，这家伙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。这家伙是谁？到底是谁？你是什么人？英雄才不是什么英雄啊。这种的，你这种的根本就不能说是英雄。什么马饿狼，你自己心里不是就有着一副完美的理想的英雄形象吗？原来如此，我终于明白了你是在干什么了。尽管嘴上说是要成为什么绝对恶的怪人，可实际上你曾经想成为英雄啊，但是你却妥协了，把目标换成了怪人。为了维护和平，相较于英雄，还是怪人来得更直接了断。这就是你用以逃避的借口，因为怪人的职责很简单，打倒英雄而已。这对没有自信的你而言相当合适啊。但是就凭你是战胜不了我的，奇遇老师认真地说，用恐怖来支配世界，从而营造和平之类，只要不能打倒我，就只是空谈，那对你而言太难了，对于你而言绝对不可能。怪人之余，你不过是妥协的兴趣，但英雄对我则是认真的兴趣。哪怕就凭这点，我也不可能输给你。你看似降低了目标的难度，实则不然，半吊子的目标反而更加难以达成，绝对恶是无法实现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你今后将作何打算？要怎么做才好呢？好好强，结束了哟。吹雪式果然奇遇式是压倒性的。一旁在远处暗中观察的 King 和吹雪目睹了这一切。不、哦、还没有结束，恶狼还那个恶魔还活着啊。我记起来了，吃霸王餐的那个人吧。我去追他。喂，吃霸王餐的，这次就放过你了。你问我该怎么做才好，总之先把欠的饭钱给付了吧，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，随你喜欢吧。既然说随我，我生存的意义在赢不了你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。喂喂喂，别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了，你的人生什么的我可不知道。我杀了我吧，彻底英雄失格了。哪有连吃霸王餐都要一一给予扑杀的英雄啊，毕竟人人都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嘛。我也不，绝对不行的哦，那样做事饶恕英雄狩猎这种选项是绝对不存在的。恶狼必须死，现在必须得在这里对他进行处刑，已经全场一致决定让恶狼去死了。让开一点，也就是说我被排除在外了。不不，只是单纯的打架而已，弄死人就不好了，已经分出胜负了吧。只是因为他现在无力化了，对我们而言处于立场有必要斩草除根。立场任务，别瞎扯这种让人费解的东西。现在是小孩子回去睡觉的时间了吧？你才是吧，既然是作战计划外的人就闭嘴了，那家伙可是打算诱拐小孩子的卑鄙小人啊。哎，除了吃霸王餐外，连这种事情都怎么样都好了，绝不能放虎归山，即便是你也明白的吧。这帮家伙打算强行出行。喂喂，在那边的是 King 君吗？稍微有点闪着腰了，抱歉，能帮忙移开这个石头吗？了解。银色鸟牙的声音。可以拜托吹雪是吗？此时被困在石块里晕厥的邦古醒了过来。哇，遍体鳞伤了，你没事吧？在众人的对话中，邦古似乎要做什么，马上跳了过去对众人说，你们几位，抱歉在金毛族张的时候打扰，但那家伙是我的原弟子，可否将他交给老夫处置了？交给你，此话怎讲，与其让他被各位年轻人干掉，倒不如由我亲手解决。奇遇君，谢谢了，把我弟子的暴走给制止了。说教就免了吧，要杀随便。老头子，你这笨蛋弟子，你把力量用错了地方啊。你有什么想要说的话吗？随便什么。不成样子的。
毫无霸气的拳头。我想起来了，在把我逐出师门的时候也是如此。这家伙怎么了？为什么停手？请给他最后一击，银色獠牙。李哥说过要亲手解决，若是不想弄脏手的话，就由我来干，不能再等等吗？退下吧，说不定还会再度变身，没有理由不立刻杀了他。对你而言或许会留有遗憾吧，但这是没办法的事。而且就恶狼他本人而言，他看上去似乎毫无活下去的意志。这样好吗？仅仅只是输给了我，真的用得着这副样子吗？执行正义，死吧。啊，不要这样，停下来。关键时刻，恶狼所救的小孩跑了过来，哭着对英雄们说恶狼救了他一命，并且表示不解地问为什么英雄要杀掉他。甜心假面只是用哄小孩的口气冷冷地说道，现在是英雄维护和平的时刻，请稍微让开一些好吗？而小孩却惊恐地问道，要做什么？你不用担心，什么都不会做的，放心吧。骗人，是要杀了他吧。假面露出和善的笑容，没想到小孩马上看穿了这种谎言，激动地说道，大叔他已经救过我两次了，是突然就现身来救我的真正英雄，快逃吧大叔，快逃吧，快逃吧。见此状况，假面推开了小孩，冰冷地说道，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在说什么吗？差不多也该搞清楚现在的状况了吧。这个男的是怪人，是社会的公敌哦。没这回事。小孩冲向假面，抱住假面的腿，继续让恶狼快逃。趁现在大叔，快逃吧，快逃吧大叔。那个孩子已经说明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哦，隐身回复生气了，不妙，按住他，恶狼要骗人逃了，不见了，快追，这里要能逃跑的话就再也，快去找，可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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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于是这漫长的一夜终于天明了，在那里我的家没有了。故事到这里，异形超人恶狼篇就已经结束了。恶狼篇是异形超人这个作品中第一个大的章节，之前都是小章节。旺老师的作品一般都有对人性的探讨，这也是吸引着我的地方之一。旺老师原作的画风可能会劝退不少人，但仔细看过后，相信剧情和分镜也会吸引不少人，这也是异形超人的精髓所在。据说村田老师也是因此而画了重制版。好，说回剧情，看到最后，恶狼给我的感觉，他应该是一个内心矛盾的人物。从小时候英雄游戏的霸凌，让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公，所以决定要与这个世界的正义相对，成为邪恶的怪人。最开始的狩猎英雄，这种做法是恶狼想成为恶的一种方式，让别人知道他是邪恶的。打倒英雄后都留下一命，以及虽说要杀掉小孩，但却往反方向走，这些则是恶狼人性的表现。奇遇老师看穿恶狼想当英雄的本意，才让恶狼明白了自己想成为怪人不过是妥协的兴趣，以绝对之恶来维护和平是错误的方式。在小孩眼中，恶狼是真正的英雄，在秒杀切刃王那次和秒杀黄金那次两次救了小孩的命。在最后恶狼要被处决时，小孩挺身而出救了恶狼。还有就是甜心假面，他坚持的是极端的正义，这种正义是不讲道理的，急于消除一切邪恶，无情的正义，可能这就是恶狼口中所说的伪善吧。在目睹奇遇老师的力量后，甜心假面可能在以后的剧情中会有所改变。而包谷作为恶狼曾经的师傅，称自己来解决恶狼，但是出于师徒感情或者明白恶狼是怎么样的人，却是一直在拖延恶狼被处决的时间。吉诺斯最后则是尊重老师的决定，而其他英雄或许出于自己的立场对于恶狼必须消灭，但在听到小孩的话后似乎都有些动容。或许真正的英雄没有那么多立场，只是兴趣使然地坚持着自己的正义。我はてめえらの評価が欲しくてヒーローやってんじゃねえからな、俺がやりたくてやってんだ、恨みたきゃ勝手に恨め、このハゲ。